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帅吗？你们给我的这个狼为什么不选酷一点的？为什么狼还有这么可爱的这个耳朵？我真的很不适应。喂，大哥，你选好角色了不？我选的是毛茸茸，我觉得我俩很搭哎。你是什么呀？我选的滑溜溜。滑，我太好了，就咱们两个天造地设。大哥，你是多少个？我是十个。你确定你是十个不？哎呦喂，大早起来就骗人呀，不至于，咱们从下午就开始骗行吗？上午就别骗了，后背的。十个，那我俩都十个，行吧？那我跟你说吧，我也是十个，但是我不是滑溜溜。嗯，我是呜呼，但是我是十个，就这么着了。我俩了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别换了啊。我绝对不换。龚俊。